妈妈，你看，我跟着电视里的舞蹈小姐姐自学的舞蹈，好看吗？哇塞，我女儿竟然自己学会了垫脚，棒呆棒呆，太优秀了！我要做舞蹈家，嘿嘿。每天一罐8+1，保证活到87。嗯，没有了，真扫兴。黄脸婆，你想干嘛？赶紧给我钱！又要钱？快给钱！别这样，家里实在没钱了。什么？你给不给？妈妈，妈妈，孩子，妈妈没事。哭哭哭！给我闭嘴！等等，电视机，我可以把电视机卖掉呀！我可真聪明，又有钱喽！不要，爸爸，求求你，我不要卖掉电视机！敢拦我，给我闪开！好痛，我的腿！逍遥去喽，我的孩子！妈妈，没了电视，我再也不能学跳舞了。孩子不哭，妈妈在。走，妈妈带你去个地方。好。这是舞蹈学校吗？哦，看我们跳得多标准。哇塞，好美呀，我也好想学。你们是？老师你好，您可以教我的孩子学芭蕾吗？他吗？贫苦却执着的孩子，我可以不收学费，但你得给他买一件芭蕾舞蹈裙、舞蹈服。妈妈，我们还是走吧。孩子，老师，可以先让孩子学着吗？我去想办法。这可以，谢谢，太感谢你了。宝贝，老师同意了，我会努力的。加油，孩子，加油呀！跟我一起跳，换边，左右旋转。我学会啦！我的亚当斯真棒。收，下课了，同学们表现都很棒，明天见了。老师再见。快看呀，他穿得破破烂烂的，连漂亮舞蹈服都没有。我们用垃圾炮弹赶走他，快滚啊！不要，我的眼睛好痛啊！就你还想和我们一起学跳舞？别痴心妄想了，我喜欢跳舞。孩子，是妈妈没用，妈妈一定要给你买一件芭蕾服。那天看女儿在这个橱窗门口站了很久，是芭蕾服，拿出全部钱凑一凑，买这件钱不够，这件买不起，我的钱不够买一件芭蕾服，我不要女儿的梦想落空，去做苦力。这么大一堆石头，可咋办呀？太好了，来活了。你好，老板，我来搬吧。你一个瘦弱的妇女，你太瘦弱了，你搬不动的。我搬得动，求求你，我需要钱，不信你看，我真的搬得动。我可以。你看，坚强的妈妈。那好吧，你把这些全部搬到车上去吧。好，谢谢老板。抓紧时间，加油，我可以的。哎呀，肩膀好痛啊。两块一起搬能快一点，女儿还在等我，我不能倒下。好了，请注意倒车，请注意倒车。再搬一车，多攒点钱，浑身都好痛啊，不能倒，我不能倒下，倒下就没工钱了。买到了。宝贝，快过来。妈妈，妈妈，你看，老师推荐我去参加少儿芭蕾舞大赛了。感恩老师，你可以的，快拿着，穿上去参赛。芭蕾服，好耶，我有芭蕾服喽，一切都值了。看看家里还有什么可卖的。等等，新裙子，你哪来的钱给他买新裙子？快给我钱。孩儿他爸，我真的没钱了。什么？你敢糊弄我？不要我的裙子。求求你，别弄坏孩子的舞蹈服。你给我滚。我让你买，给我等着。心脏好痛啊。妈妈，妈妈，您怎么了？别放弃。不要，妈妈，别丢下我。我好害怕。贝儿加油，莎莎加油。
我是选手莎莎，我出生于舞蹈世家，动作好标准呀。我是选手贝尔，我从小就学习舞蹈，冠军非贝尔莫属。下一位选手，看呀，他穿着破烂衣衫就上台了，连一件芭蕾服都没有。别说了，妈妈，我坚持不住了。我的宝贝，妈妈，别放弃，你可以的。我听话，我可以的。即使没有漂亮舞蹈服，我也要用心演绎最真挚的舞蹈。困难、嘲笑、疼痛都阻挡不了我冲往自己的梦想。哇，不错哎，他的舞蹈好感人，坚强勇敢。恭喜亚当斯，你是冠军。妈妈，你看到了吗？我做到了。我要用最后的力量为孩子做点事。